嗨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汉字姐姐。你看，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坐在椅子上，他们坐在这儿的样子，像不像一个汉字呢？就是这个字，坐。这个字下面的部分像是一张椅子，这个部分像不像椅子的两边坐了两个小朋友呀？这个字念坐，表示坐这种姿势。小朋友你知道吗？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与坐有关的事情哦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现在要坐车出发喽，你猜猜我要去哪里呢？我要去公园，因为我听说公园的码头可以坐船哦。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哇，小朋友，我到了坐船的地方了，你看这里有好多船啊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现在要去坐船喽，拜拜。